你说成是鸡了呢？没 ，life 绝对是鸡，我跟你说，现在 life 真有点惨。不过话说回来，的确 ，life 现在好像也不太……我们把杰栋忘记了，杰栋也有点踩在里面。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我们先把它排好呢，就。哎，我告诉你，现在猛的那帮人，什么 port 这种肯定也往后面排的呀。对，或者是你要想那几个什么什么什么的韩国去的什么 innovation 书本 Tiger 这几个，你妈的猛成马，我跟你说 ，Peach Gap 经典神皇小 hero 这几个是不是最强的嘛？对的，这个倒是实话。完了，我感觉这几个人被黄旭东奶过一遍以后，命运没有这个不是冠军，肯定是几个人里面出一个。是这样，是这样。我们数数看啊，刚才黄旭东说过的一个 PC Gap、啊、书本 Innovation 对吧？啊，还有这个 Tiger 啊，还有这个小 Hero 五个人 对吧？冠军肯定他们几个里面出来的呀。这五个人里面肯定出冠军，黄旭东说的，大家记好了啊。要记好，他已经把五个最强的说出来了，没有这 WCS 里面没有比这五个更强的。还有经典神皇好吗？还有经典神皇啊，还有经典神皇六个人，都数了这么多人了啊，六个人三分之一了。哎，我就问你，这六个人如果说没有拿冠军，怎么办呢？老子就毒奶啊！对，四比一 ，Life 夺冠了！天哪！哎呀，无言面对江东、啊，我靠，都怪你呀、啊！关键是前面的几个你都没有特意强调，你关键后面强调了赖父，你妈绝对是只鸡，父老呀！你这个歹毒啊！我靠，怎么会赖父夺冠呢？我靠，足以证明我是一个虫族选手。妈的，你就是个歹毒！没有，我是一个虫族选手。妈，大家高喊盖子黄旭东，我操，都怪他！哎呀！life 最后夺冠了，你妈的八强就一个重组啊，对吧？八强就一个重组、啊、就让 life 拿了冠军，简直不可思议啊。我来点的啊，这次夺冠的小 hero 肯定是妈的首当其冲的大将，然后第二个选手马柱可以看好一下他，第三个 Beyond 肯定要看好的，现在双线决赛的重组，我有什么理由不看好他。第四个 Innovation 刚刚打掉马柱的选手已经进决赛了，是不是一二三四了？第五个 Classic作为经典神皇，一到大赛就要抢钱的选手，稳得要死。第六个人，如果这六个都夺不了冠，老子不相信。SOS 狗哥，哦不对，还有 PG Gap， 我想想啊，哎呀，我好纠结啊 ，PG Gap 跟狗哥，我好纠结啊。哎，那不是，那 Life 呢？哎 ，Life 就算了吧，妈的 ，Life 已经很腿了，现在。life 每天他妈在打虚空之椅，他怎么夺冠？那 party 呢？ party 妈连我都能输，他能夺冠？他每天他妈在打直播，这两个鸡怎么可能夺冠？不可能的，这两个鸡绝对不可能夺冠的。我在考虑，现在我在考虑最后一个狗哥和 PG Gap 之间，我要选一个。我思考一下啊，我思考一下。哎，这有什么好思考的吗？算了，我点狗哥吧，因为狗哥一到大赛就很猛。PG Gap 反而最近状态不好。那肉哥呢？哎，肉哥就算了吧，肉哥他妈上去不是打 Beyond 就是打 Innovation， 他打得过个毛？他怎么打吧？大雨神呢？大雨神刚才连 Hyang 都没打过，你告诉我他多怪？是不是我是不是分析的很有道理？我们拭目以待，拭目。我点好了啊，小 hero 马柱 ，Beyond Innovation Classic， 还有这个 SOS， 这六个人必然会有一个人在 WCS 里面能夺冠，必然。
Violet， 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 PG Gap、 书本、卫星、胎甲、小黑肉、经典神话、套的名、荷兰队、巴西队、老干爹、曼城吗？以及大雨神、司令、教主、莱夫、马入、吉姆大神。哎，别急，再给我30分钟，肯定能念完。蒂尔、鲍本、京东、中石油、拜仁、真实大地、帕丁、巴黎圣日耳曼、红牛、车队、不。这个我觉得是理解的问题。对啊，就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他 ZVZ 会变成这样。那突出两个字，你知道哪两个字吗？无脑。如果一个字就蠢。你看这 ZVZ 是不是蠢嘛？两个字无脑啊，一个字蠢呐、啊。这是什么 ZVZ 吗？我觉得他打得有点愚昧。愚昧，妈跟蠢有什么区别吗？他就包别人一个圆，包住也输了呀。这个也不好说，把包住。哎，呀，这什么情况？他又需要28个刺蛇，这什么情况？爸 ，Violet 为什么拖了一波农民走吗？耶，他农民是这个，农民是四矿被打了，他然后跑过来了。这也行？啊，他的车他妈能翻回来？这什么情况？你们说好的蠢呢？哎呀，他打得如此之蠢，妈的就蠢，妈大家不要再说了，就蠢干嘛？就是蠢。我作为一个有态度的解说，我刚才说都说出去他蠢了，我能收回来吗？妈的就是蠢，这种话我是绝对不会收出来的。我告诉你，这波这盘我估计最后还是维埃特获胜。我也是这样想的，10个感染虫，哎，大家都憋到200人口，你告诉我杰栋怎么翻，拿什么翻？为什么这种时候为什么不去转一波感染虫？太蠢了，太愚昧了。好了，威利特反扑了这个时候。而且威利特是把所有的感染虫都是把能量给弄满的感染虫，20把定，等于是你告诉我怎么输？这怎么输？感染虫起点怎么输？威利特绝对不会这样上去的呀，他又不是弱智。他定什么？他不是弱智呀，他不会这样。哎，这什么情况嘛？哎，你妈的冲路口！哎，你为什么要冲路口嘛？你10个感染虫，你为什么要冲路口？你换个角度说，会死吗？家里面被搞了，哎，老子为什么会有这种虫子？为什么会冲路口？人定感觉定的自己很，你们20把定你都定不到人，你不要说丢蛋都赢了，我觉得是啊，你丢蛋就上去了嘛，我就丢了嘛，那定跟妹啊定，那现在蛋有什么用嘛？早就丢，这波蟑螂就保存在那边了嘛。终于开始定了，现在终于卡住路口定了，但是没有用了呀，家里面没了。去啊！啊，我简直不敢相信呢、啊，这个 ZVZ 这都能翻回来。为什么会冲路口？你告诉我为什么会冲这个路口？兄弟宝喽，兄弟宝喽，最后一盘兄弟宝喽 ，PGF 又来兄弟宝啦！兄弟宝啦，来起来，修。We've seen a lot of games where he's gone for 3 hatcheries. 我们看怎么修啊？怎么？看怎么修。I do wonder if this is going to be one of those games. You have to think both these players are. 还要晃一晃，假装不修啊，假装不修，假装不是修地堡，下去刷刷刷。You know, off balance, and then they lose like that. Of the probe coming back now, he's going to go for it. It's going to be a cannon rush. 哈哈，修地堡怎么办？这个地堡卡得出来的呀，想了半天，你能想到这种花式修地堡吗？任何一个神族都是修地堡的大师好吗？花式修地堡。好了，卡一个农民出来，花式修地堡。
Life 推基地吧，推基地吧，真的推基地吧，这个被花师兄弟保了。接不第二个农民绕了过来，我们看第二个农民绕了过来。The cannon is about halfway finished. The hatchery is about to finish. It doesn't look like he's going to go for a cancel here. Oh my god, this is going to be crazy. And he gets up the ramp. Oh, he is up the ramp for the time being. Does throw down another cannon. The drone's going after him. Can he cancel? 走远了，基地没退，走远了呀。Oh, that was not canceled. That was killed. 哎哎哎哎 ，nice！ 这个卡得太漂亮了。不可能吧？这都挡住了啊 ！Peacekeep， 我害了你啊！但是我告诉你，王丽萨作为现在 PVT 胜率最高的选手，难道连这点纪律性都没有吗？世宗考察站，你看人族选手 63% 的胜率有什么用？在一张优势图上，你竟然放大招？王丽萨马上就下来侦查了。王丽萨，你不要呀！你两期你怎么守？两期就代表你要放战术了。王丽萨，赶紧下来看一眼呐！王丽萨，王丽萨，王丽萨，作为世界第一 PVT， 耶耶！哎呀，哎呦，不要啊！你妈就差一点点呐、啊！有观众问我，明天中国打乌兹别克斯坦，哼，哎，不用预测了呀，中国打不赢乌兹别克斯坦，不用预测了，肯定打不赢的。至于为什么？中国上次我跟大家分析过了，中国足球队只能踢踢西亚这种软蛋队。我跟你说，西亚的球队踢得比较软，节奏比较慢，所以中国队本身技术比较粗糙嘛，但是在踢得比较慢的情况下可以靠身体啊把这个比赛的节奏控下来。但真正面对像中亚这种乌兹别克斯坦这种身体非常好打得很硬朗的球队，中国队就没有什么机会。踢乌兹别克斯坦身体又踢不过别人，技术还没别人好，这踢个毛啊！踢再敲回来，恭喜中国队，恭喜中国队！两场比赛之后就拿到了小组第一。中国队在这场比赛里面不仅是逆转了比分，而且锁定了小组第一。更重要的是，这支年轻的中国队在这样的比赛当中获得了一种长足的进步，这种他们的这种成熟应该会起到特别特别重要的作用。这个 CG 有一个很牛逼的地方啊，嗯，这 CG 有一个很牛逼的地方，就是那个农民点水晶点下去的嘛，嗯，点下去那个时间，一直到这个水晶好是真实的打星际的那个时间。我在这个他做的细节很牛的，就是星际点水晶也是点那个时间就刚好，他的 CG 也是放那么久。我唯一在这个视频上，我唯一一个问题就是那两个白球和那头牛，哎 ，CG 都是假的好吗？什么一个白球可以单挑一个牛？我都打星际就看了这个 CG， 然后出个白牛巨棒被牛打爆了。就是这里，你看，就是这里，他那个 CG， 就这个农民点下这个水晶，然后到最后水晶好，你星际也刚好是这个时间可以造一根水晶。嗯，我听上次听谁说的？但是现在大家比较诟病的就是这个，为什么一个叉子可以顶三个毒棒？这里盾没了，打了一个盾。好像是，我想想看，三个毒棒能炸死叉子吗？炸不死吧，好像。毒爆是从来没有人去算过三个毒爆能不能炸死一个叉，炸不死，炸不死，好像应该炸不死。我不确定啊，但是我觉得应该炸不死。而且第一个毒爆并不是炸的，第一个毒爆是被砍爆的，有建设。哎呀 CD 都是假的，建设的话应该有盾出来的，好不好？但刚盾出来第二个毒爆的时候盾就没了呀，被打没了。但第一个毒爆就没看到盾。哎，他连白球都可以单挑，都可以单挑牛了，这还有什么不能吹的吗？是，也是对的。你想想看嘛，那种虚空之翼神族肯定还要牛逼一点。也有可能是这个牛没升攻防，但是三攻三防三盾、大家可以测试一下，三攻三防三盾的白球可不可以跟牛单挑一下？有可能以后。
后白球可能有这个技能，也说不定啊。对，白球有这个技能，我觉得有点 bug 呀。对，都有几率的，2%的几，10%的几率。对，还有情况 miss 掉。对啊。嗯，绝对是40兵接兵啊。而且我在想，虚空里面这个水晶士兵那么慢，哎，他纯刷叉刷出来，别人那边如果再出两头牛他不就贵了吗？应该多刷点东西啊。而但是只刷 BG 兵种有什么用吗？哎呀，叉是神族这个时候的代表。那如果妈妈这次能翻盘，我也不说了。妈，黄旭东裸奔一圈，好不好？为什么又是我妈？啊，我跟你一起，你不要在意细节，我跟你一起。哼，好不好？我们裸上半身裸奔一圈。我不要。啊，那算了，那我也不要。凭什么我要去嘛？不是，你相不相信他有翻盘嘛？我不相信啊。那你为什么不敢下判断嘛？好，是不是嘛？这种专业解说就敢于下判断，是这样的呀。光什么？我感觉你在诓我呀。我没诓你啊，我说是事实呀。那我自己都下水了，我怎么叫诓你们？我们两个现在是一条船上的，好不好？我就感觉你在诓我。我万一挂了，我也要裸上半身跑一圈的呀。那你在哪里跑吗？啊，妈，你下周来杭州，我们一起跑，好不好？哼，在周林旁边拍个小视频，然后发出去，好不好？好。哦，我就不信，我们就在西湖跑，行不行？好。好，不可能翻盘的，这种怎么可能翻盘？啊，妈个蛋的！啊，对，我下周有很多事情要做下去啊。反正我不管你来，我们就去裸奔，你不来就算了。我下周很忙的。反正我等到你来为止，你不来我也没有办法。Mana 跟夺冠了一样，连扳三盘，所有的观众都上去了。Mana 打得真是好，跟夺冠了一样。爽的一批啊。这真的跟夺冠一样啊。唉，西湖的水，我们的泪。哎呀，我怎么会？你把你嘴巴太贱了，你。我们一个个来 Dota 2一共是24个队伍，然后也是分八组，每组三个队。哦，你要让我来害人吗？来来来，今天你来到底。反正我每年都做黑手，我从09年开始就做黑手，做了那么多年了。好，B 组的第一位啊，B 一 CDC 上海有点强啊 CDC 啊。黄旭东，你帮我们啊！上海 WE 抽到了和青岛 IG 组，你居心。我四川人，你四川人， okay、我四川人。一会儿看四川在哪个队啊？那这组是跟 CDEC 在一起的，我要好好抽一下。IG， 七
青岛 IG 啊 CDC。 我没黑上海对吧？你不要用这种眼神看着我，我真的不知道、啊、我告诉你这个这次上海那个领队这个锅有点大。就是现在我不敢抽这个，抽不要紧，慌什么，不要虚，我好虚啊。我在很多张签里面挑出了这一张，这张签的队员不要恨我，好像浙江。后面已经沸腾了，后面已经沸腾了。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箱子，真的是空的，这个没有任何的，我都有点不敢。后面已经沸腾了，后面已经沸腾了。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箱子，真的是空的，这个没有任何的，我都有点不敢相信了，我都有点不敢相信了。谁啊 ？CDC IG 老干爹对吧？嗯嗯。哎，对啊，他们三个队只能出一个，我知道呀。啊，你继续抽嘛。TI 五的事情跟我没关系啊，我先说一声 ，TI 五跟我绝对没关系的。如如跟我关系平时也很好的啊，很好的，我会跟他有个解释的，你们放心。你怎么跟他解释啊？啊？你怎么跟他解释啊？就大家不是你说。
You need a website. Why not do it yourself? With Wix, you can create your own professional website.
you.